50啦，我跟你讲，放假偏软的时候，你就这样。我告诉你啦，我是那个罗素凯，是那个啦。我告诉你啦，比大，你先。50，50很猛哎，好闷哦，我紧张，你只要扣一关，那你要他就有点怯，你现在是富翁哎，真的，扣一关就跟50个硬币耶。小杰用翅小脑，我要用脑了，你们直接去圆心，可以吧？赶快说要cosplay，他一次压50个啊！那你们到底是怎么？你们这群马后炮，如果他输了嘞，对啊，就用50个硬币，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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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群马后炮，如果他输了